他们同样年纪的这些粉丝们啊，咱们的叔叔阿姨哥姐们，他们在直播间很焦急的，他们没抢到，他们怎么办？我就问你，他们一辈子没有体验过这么好的，他们以前都没有体验过。想问一下，有多少？如果是你的，没有抢到的很多。如果是你的家里的爷爷奶奶，他们如果没抢到，你现在是什么心情？你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抢到？是不是很着急？是的。那我问你，可不可以再加五十单？再加一点，只加五十份，可不可以？咱们直播间二们，五十单可以，五十份，没抢到的叔叔，就是真的，刚才买了，对，这样我也祝愿，真的，老板哈，也祝你们幸幸福福、健健康，祝你们家里面人都是真的哈，我相信你这个举动，他们会特别感动，特别的感动。来，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哈，真的只能再五十单了，来，今天叫五四三二一，为了咱们。所以家里面人的幸福啊，咱们直播家人们只能这一次哈，因为你看老板也是特别大气特别给力的，人家都说了，哎，人家家里也有老人，人家也希望咱们直播间的家里面的老人们都是能够平平安安幸幸福福，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好的产品，很凉，你们看哈，头凉脚脚热，人家说了这个东西一睡上去有凉凉的感觉，一睡上去头就很沉，睡得特别舒服，头凉脚热的话家里面，这是老话，你们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睡得不好，就是因为枕头有时太闷了，太闷闷真的很干燥，因为我能够给大家争取的，我就真的我只能拼尽全力给大家争取一下了哈。这次真的，老板娘是一个有爱心的人，老板娘是个有爱心的人，真的，我跟你说，有这么爱心的老板娘，我们直播间家人们真的特别都觉得你特别给你，来打一波老板大气，好不好，家人们？他们那个店哦，他那个店哦，一面墙全是这个枕头，三十万周年销售额。真的呀，嗯，我的天，真的太给力了哈，嗯，可不可以用？他们说孕妇是可以用的哈，七天免费，小朋友也可以用啊，但凡感觉不好的，我相信小朋友他们如果睡了哈，这个枕头会陪伴他们健康成长，从小到大，因为小朋友嘛，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真的，如果我的话，我肯定我都愿意哈，这个枕头原价800多，我都愿意花这个钱给我的孩子买一个，这样他们长大了哈，他们也会感谢我的哈，因为这个样子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450哈。老板大气，真的，老板真的是大气啊！老板，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家人们都说老板大气，你看太大气了。你看人家供，你看80只供货450，这清单10月29号，10月29号的啊，电商部啊，别人拿去卖800多，哎呀，咱们直播家们，机会哈，真的只有这一次。孩子也用这款枕巾的，他就学习。平时压力也挺大的，你看晚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睡不好。你们家小朋友吗？对，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用这款枕芯的。他这款枕芯的话，小朋友你看晚上学习的话很晚的，睡觉的话也睡不好，用了这款枕芯睡得特别好。睡得特别好，精神真的，老板真的太感谢了。他们说有人说抢了3单，哇，您完全不给别人留机会啊！你抢3单是什么概念？咱们直播家人们，26万人，你抢了3单，相当于26万人能抢到的几率就少了1/3啊！我的天呀，真的。真的是希望大家去睡个好觉的。啊。家人们，我真的我尽力了哈，来没了，真的没了，这下真的没了，不可能有了哈，现在已经没了，错过了这一次以后真的不可能有了。他们都3单5单的拍，4岁的宝宝能不能用？4岁的宝宝可以的，可以的哈，的家里有多少人可以买多少单，真的家人，这个是一辈子的健康成长，可以用多少年？可以用至少5到10年。5到10年，至少打底意思，如果能够你保护的好哈，用这个枕套套着，用个10几20年、20-30年都能够行，家人们哈，真的，如果你保护的好的话哈，一次169，真的能够保证10来年的健康，我觉得真的太划算了，太值了哈。太划算，太值了！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价格给，从来没有，没事，哎呀，就这一次，供货价450。行，来今天行，哎，那老板啊，谢谢你了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有没有好的东西。1500只，来逛一下，1000多只啊，我的天，家人们真的，我能做的就是这个样子了，我这个是超级 VIP 大客户了，人家可能80只50只的拿，你这直接拿1000多只，这啥能不下来吗？哇，这什么？什么呀？鹅绒被呀，鹅绒啊，什么绒？鹅绒被。我问一下老板，大鹅的绒，这个材料是鹅绒，这个一般被子填充的是鹅绒。我问你，被子哈里边有哪些材料？一般情况下哈，鹅绒、羊毛，还有什么？蚕丝。鹅绒属于什么档次的？您给我讲一下，来。嗯，就是蚕丝也好，羊毛也好啊，大鹅也好，在鹅绒面前都是弟弟，都是弟弟。对，就这一句话。我的天，咱们直播家人们，你们知不知道鹅绒是啥？鹅绒有人知道吗？咱们直播家人们，都是弟弟，其他的面。鹅绒是什么？鹅绒也知道吗？档次的，有家人们知道吗？哈，你们去商场专柜，他们说高档。哇，他们只给我说了一句高档。专柜里买鹅绒被多少钱？
专柜里鹅绒被多少钱、啊、家人们买一床啊。哇，这个全部是波兰的克鲁达大白鹅，保暖，波兰克鲁达太热了，被誉为保暖界的劳斯莱斯，保暖界的劳斯莱斯。家人们，鹅绒喜不喜欢？你们喜欢我就给你们砍，波兰，你们如果觉得不行我马上就转头就走，好不好？喜欢打个喜欢。鹅绒，鹅绒被高级，真的高级，3000多呀！鹅绒被，哇，真的不便宜。鹅绒被啊，他们说10000多呀。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啊。鹅绒服一件多少钱？鹅绒衣服多少钱？鹅绒衣服一件。家人们，你们一般有没有买过鹅绒被的？把你们平时在市场上买到的价格打在公屏上，好不好？喜欢行。我今天来，我从四川来到南通和吉林，我们就是为了给大家争取这种高级的高端的产品啊，高端的东西。如果说它不好，我肯定看都不会看。你们喜欢那咱们就给你们砍。平时你们买到鹅绒的价格多少钱？平时你们买到鹅绒的价格哈，2000多、6000多、3000多、10000多。我买过一个高级的10000多，我的天，家人们，2000多，这个样子。你直接给我说，来，你介绍，你先介绍。没有，我先讲。你先讲。来看材质，材质哈，你是不是没见过这样的材质？我是没见过的。你知道这什么材质吗？什么材质？热反射。热反射。就当我们体温接触它的时候，它随着我们体温的升温啊，这个面料也会一起升温，一起升温，一起升温，叫热反射。就像鹅绒服黑金款，黑金款，它那件背后是不是有这个全部有蜂窝式的这样的一个面料啊？啊。同样，我们做的是白金系列，白金，然后整个面料它不会钻绒。我们买鹅绒被就担心钻绒，喜不喜欢、啊、家人们？第三点，它里面填充的克种相当于可以做5件鹅绒服的克种。来睡上去，今天一件鹅绒服多少？又叫我睡，1000多。他们都说你只知道睡一下。看一下整个，这真的好舒服呀！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的鹅绒，好舒服。哇，它这个是什么布料？这个都摸着。静音面料，静音。静音面料。静音面料。来，家人们，来，鹅绒是什么档次的？来看一下鹅绒。我是几年前买的，3000多，家人们。鹅绒，我们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给大家介绍哈、啊、这个鹅绒被。我看一下，我看。这是鹅绒哎。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看，这就是。我的天，我轻轻吹一下。哇哇哇哇！哇，咱们直播间们看到没有？真鹅绒呀！这就是鹅绒，在空气里面飘着。有没有人看得仔细的，家人们？蒲公英，真的是蒲公英。有花，还有还在空气之中，看到吗？我再吹一点，鹅绒被，哇的天，真的是，今天舒不舒服？舒服。而且家人们，你们看，我讲，鹅绒啊，还有两大硬性指标，什么？清洁度，清洁度，正常的清洁度多少呢？800+已经算很厉害。喜不喜欢？喜欢我就给大家看，真的，800的清洁度已经很厉害了啊！800的清洁度很厉害，我达到1000+的清洁度。1000的清洁度是什么概念吗？什么概念？相当于5A 级别的饮用水级别的清洁程度。而且我的这个清洁度为什么做得这么高？因为我的鹅绒都是在加拿大马斯克卡湖泊的矿物质软水过滤出来的鹅绒。什么价格？直接说。这款吗？啊，您直接说。我们批发价格这一条被子在2800。我不说了。来，咱们直播间二百，今天3位数，999。你们，我跟你说，咱们直播间们，你们自己看公屏，大家平时买到的全是2000块钱以上。波兰克鲁达，我今天这一刀太狠了，999。来，我不说了。波兰克鲁达，哎，我不管你是哪里大白鹅，我也不管你多高级，我也不管是什么。鹅绒不是鹅毛。什么什么？没有异味。我也不管什么。不钻绒。行。鹅是吃素的。我跟您讲，鸭绒。我今天的目的是什么，老板？我不管你这个是什么皇冠贵族，什么企业家，什么牛的很牛的人盖的哈，什么别人买的哈，什么有钱人盖的，我跟你说，我不要。我给你做个测试。我今天的目的是啥？我就让咱们直播间家人们，老百姓，平民普通老百姓，还是都能够买到。这种好的东西哈，都能够有机会，就普通的价格能够买到。这啥？冷却剂、啊。冷却剂哈。现在多少度？我看一下，-30度。-30度。-30度。咱们直播间。你用手点一下，你用手点一下。哦，我的天！冰不冰？真冰。来，反面啊。啊。就这一块位置。好好，就这一块。24度，绝了，家人们。也就是外面。-30度的寒风，外边-30度，它都透不进来。这边我那买羽绒服的要买鹅绒的了，是不是？都来，你再试一下，我不行，我自己亲自试。来，吉年你来，我让吉年来，家人们，你们相信吉年吧？这个样子，我让吉年来，你自己喷。